韩国天团 BigBang 成员胜利27日突袭接受调查，是有意为之，是不顾警方劝阻强行出席。当日调查组表示时间太晚了，并提议调整调查日程，但 Channel A 透露说，胜利方面表示想尽快解释清楚，没有取消出席的想法。最终调查在深夜进行，警方相关人士通过 Channel A 分析指出，是想借助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来快点把他压下去。另外，警方计划对胜利的陈述进行分析后，将讨论是否再传唤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